我好像爱上他。啊！走了，跟我回家。哪个家？大晚上别闹了，行不行？有什么事明天睡醒再说。你别再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。 一直觉得这个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，可没想到，我竟然有点理解李天了。如果可以，我会不会也像他一样，不顾一切？ 吓我一跳！这大周末的来这么早？不对，这一晚没回。哎呀，小林啊，这身体要紧，别那么拼。这城现在没人，大姐跟你说两句掏心窝子的话。你说你再怎么拼也拼不成董事长，给别人打工啊，尽力就行了。这没必要卖命，这钱够花就行。这人最重要的那就是健康和开心。 特别是女人，除了事业，咱也得有家庭，是吧？这年纪大了以后，这身边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，那这辈子不就白活了？哎，你看你，年纪也不小了，该不该张罗张罗，要和大姐给你介绍个男朋友？就给你介绍个……哎，不用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啊，哎，你。 这世界很酷。